隔壁也感觉流口水。因为那个特别好吃，但是连饭都有味道。每个月他都会送卷，然后可以去点哦，然后都不用钱，然后去那个室内的空间。他们那边很惊艳，让大家觉得我好像是有一点挡刺儿的人呢、啊。欢迎收看一只阿元，别忘记帮我按个赞，还有订阅频道哦。Good morning， 大家还很肿的感觉。不是，因为昨天真的吃太多了，而且昨天最后我们又吃那个甜品，对，十二点多还在吃，没错。而且我们原本还打算想说我们在看那个飞飞什么婚。没有没有，在看投影幕的时候，我原本还有问说，哎，要不要再叫外送？外送吗？幸好没吃，而且我们原本今天是打算说，哎，我们就直接去水上乐园玩就好。但是我刚刚就是在想说，算了，我们还是先吃点东西。要吃？对，还是得要吃。所以我对，所以我刚刚找了一间店，就是感觉还不错，它是那种也是有点像雅坤的感觉，但它应该不是连锁的。然后刚好就是蛮顺路，我想说我们就先去吃，吃完之后呢，我们待会再去水上乐园。我们要吃的就是这一间大南洋，耶！它的菜单超级大，古早味，使用痕迹很明显，应该是蛮好吃的吧。不然我昨天就看到这个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鸡蛋美奶滋面，我靠，这感觉超好吃的。对，我想要就是点一个这个。阿姐喝的是椰香咖啡，它长这样，我就会以为它是帮你泡好的。对啊。先喝一口，你单喝会不会怪怪？好，你喝喝看。谢谢。怎样？好喝吗？真的，单喝就不错了。嗯。哦。拿一个花给大家。你确定是可以的吗？拿一个花送给大家。哎呦，谢谢哦。谢谢。好喝吗？你要喝干嘛？有点，对，它没有什么咖啡的苦味，就是椰子，有椰子的味道，其实蛮好喝的。可以看拉花，只是为了，没错，为了消水肿才喝的，但是这个真的很值得，最基本款的就是一定要点。哦天哪！对，然后那我们一样就是沾哦。它用的很漂亮哎。对啊。哇哦。这个虾爷酱配上它这个牛油，超级冰冰凉凉的，我觉得非常好吃哎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好吃，就是这个味道，真的在台湾真的吃不到哎。你一定觉得我们在好小，但它真的很好。我每次用镜头在看的时候，就觉得天哪，真的很好吃。我真的没有在夸张，它的那个口感因为薄薄的，怎么样？好吃哎、欸！又酷又贵，对，这真的很爽。我先单吃。吃什么表情？好吃到无奈。薄的吐司后，其实都很好吃。来，小贝心里来嘞，单吃就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它吐司，它的那个酱涂的蛮厚的。这也可以加吗？加好吃吗？加好吃。咸甜咸甜，是不是就会很爽？加比较好吃吗？加比较好吃吗？就是有咸甜感。哦，它特别在它花生就蛮花生，但是它特别在它这个。对，没错。西马人想说，这什么西马？哦，我觉得要酸的。咸甜感。买了。层次感更有。好好吃哦。好爱哦。然后还有这个拉萨，就是这两天朝思暮想到吃的，没吃到，哇，很凶哦，真的，嗯，哦，隔壁也感觉在流口水，它整个大开胃，第一口吞下去之后，你就觉得只要是个咸的，整个胃都打开了。好吃哎，超好吃的啊！这跟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早上你要吃这个哎，可以在同一间店就吃到。没错，这个是无法比较，我觉得两个都一定要点。你点这个就失去这个，点这个就失去这个，你不如两个都点。然后失去你的体重，失去控制。我们它后劲会有点淡淡的辣香。哦，会辣。它应该是有加辣油，清汤加海鲜的味道。它很多料哎。
然后你要再配一口汤。哦，这感觉超辣的。不会不会不会，还好。我喜欢它的油面，油面真的好吃，很多料哎、欸，料超多的，真的很澎湃哎、欸，这是真的那个吧？这真的超爽的。那怎么办？如果你要你推的话，你会选咸的还是选甜的？我觉得超难选。你看他有在思考了。这个很有特色，但这个因为我吃很多次，还是觉得很好吃。对，我每次来都一定要吃。这个吗？因为这个会辣。哦，这会辣。好啦，继续吃咯，等一下开心去玩水。好好吃，我想加那个 black sauce 有吗？加在旁边哦。谢谢。耶，好饿，超饿的哎，超饿，超级饿。玩水真的超饿。对。然后我们刚刚点了三杯甘蔗水。这个你有吃过对不对？这酱要特别去跟他讲。那个黑黑的酱哦，哇！每个人都推荐这个，一定要来，一定要吃，一定一定。好吃啊，真的，这么棒！哇，它看着有个姜味啊，很有味道。我给一颗星，大家不要来吃。不要来吃，大家不要来吃，真的不要来吃，超嫩，超嫩。是辣的吗？我来蘸它的东西里。发现的叫金玉满堂，然后它刚好在那个天天海南鸡的附近而已，大概走路过去3分钟吧，蛮近的，超近的。对，金玉满堂，然后它应该是晚上人会比较多，现在应该还好。很漂亮哎，试看看。像那个夜市上那种炸鲜，对，它口感不一样，因为。夜市的炸鲜奶的外皮也是软，但是它是那种卷起来，很像炸水饺的感觉。我觉得这蛮好吃的。这个奶才是展示的。双皮奶，双皮奶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是炖奶吗？是香港的炖奶的意思吗？哎，现在是布丁样的。对，它不是，哦，我以为它是意，没有，它是布丁，是奶酪感。香港或澳门，就是都吃到这个东西。这个有椰奶哦，有椰奶加椰奶。因为我刚刚本来是想说红豆跟椰奶，但因为你刚刚说你喜欢吃椰子类的，超甜。你觉得很甜吗？西米露哎，我觉得是因为它有加椰奶的关系，哦对，才会喝起来很像西米露。它的味道真的是很浓郁，它也是布丁很浓，它也是布丁啊。没有，它是液体，跟昨天一样。它上面可能有一层。对，就像那个豆浆放久了。哦。好。甜度几颗星？它比昨天甜。嗯。哦，昨天那间真的是走养生路线。嗯，它比较甜一点。他们的花生都会有那个颗粒感。嗯，不会不好吃，可是就觉得啊，如果台湾有的话，就不见得要来这边吃。你看。芝麻味很重哎、欸，昨天其实没有太大的芝麻味，昨天比较清爽。这个芝麻有颗粒的那种。对对对。不过我们刚刚看那个 Google 评论，就是也有其他人说它的皮确实比较厚，如何？因为我喜欢薄的。那就台湾的好像几乎都是这种厚。对对对，差不多。那你们的第一名？我应该奶酪。哎、欸，炸牛奶。比较
有这只 special 西米露奶，没错，就那种大推，继续吃吃哦。这边你可以来这个金沙酒店的这里办卡，然后免费，你免费就可以申请，就好像给一些资讯，然后给他护照，然后就可以免费申请，你就可以所有像是顶楼的那个观景台，或是金沙的在室内的那个游船都可以打七折，然后去拼 lab 也可以有折扣。跟大家分享这个省钱小秘诀，就在这个地方办，就在金沙酒店的一楼。好 ，Anyway， 反正他刚刚就很冲动的办了这一张卡就对了。我老板脸现在是等于等于，他说这一年内你都可以用这张卡。没错，好。如果你就是弄到白金卡的话，对，你就是可以每个月他都会送券，然后可以去顶楼，然后都不用钱。Oh.如果大家有来新加坡玩的话，就是可以第一天就先来办这个，这样子就明后天可以提早预约，然后就可以上去看夜景。一定要预约，一定要记得预约。成功办到了哦，所以它颜色有什么不一样？就免费办就会这样。哦，免费办的卡，因为它这边其实是有四种不同的颜色的卡，然后阿简是办这一张。对，就是大家都可以办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去那个 TWG 对不对？哇，天公相向，大吉利。然后有红茶，有阿萨姆，有红茶，红茶，红茶。但它的红茶就是每一种，这种有些我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的红茶。想要点一个这个 set， 不然想要问说那个茶有没有推荐？推荐的话，其实我们后面还有很多。哦。通常大家都点哪一个？看你啊，最茶是要红茶，红茶，然后还有红茶是焦糖跟玫瑰。那马卡龙是口味是固定的吗？不是固定的，你可以挑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有推荐的吗？这个都范围。Bonjour。那我想要教一二三四五，然后再一个柠檬的。好。我跟你讲一件很扯的事情，我之前来新加坡的时候，然后我喝完那个茶，我觉得太好喝，然后我就买了他的茶叶，然后呢买完之后，我就想说那我要怎么泡，然后我就跑去旁边买茶。你真的假的啦？我买的是透明。你有看到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真的好台币，我都不一定买下去。所以你觉得用这个泡茶，那你买回去，跟它泡起来是一样的口感？一样哦。但是这个买一买，好像也是好几千块。真的是偏贵，差不多这个嘛，对不对？你那时候买，对，那时候想要买的想法是什么？觉得它的茶壶超过2000，我跟你讲超过2000，我记得好像5000-6000。真的？那你可能买更贵。哦，现在很怕我的书包回到哎。对，我也很怕。好，我不要乱动哦。买到了，它是28块一杯，然后它其实一个 set 是20元，所以乘以22的话，大概。400多块，对呀、啊，超便宜耶！对，可是因为他有送这个，对，这个是那个芝糖，可以自己调整那个甜度。如果你要加甜的话，最值得是那个马卡龙，直接6颗。对，而且你可以自己选哎。对啊。哇！拍下拍下，去喝喝看哦，我直接喝哦。好。喝得出来是咖啡还是奶油？百香果。这个是百香果，因为它有一个水果的香气。然后我想它就是只有香气，它没有任何的那种色素甜味或者是那种化学味道，非常的顺口。我让你们一人各喝一口，因为我们阿姐是没有喝过 TWG 的，人生第一口 TWG。这我再讲一次，就是我上次我同学进去逛，我只敢站在外面。对，第一次喝到 TWG， 什么感觉？清爽哎，对不对？跟外面的手摇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感觉有那个水果的香气，对不对？其实真的蛮好喝的哎，走在路上都有自信了。你的自信难道是需要靠这个这样子建立的吗？其实非常顺，对不对？那你会推荐的，真的，那种就是女生会喜欢的味道，淡淡的香气，没错，对，完全没有甜味。而且如果你想加糖，可以自己加。没错，没错，自己加。怎么样？它这一杯很惊艳。这是焦糖还是什么吗？这是焦糖。它有焦糖的香，就是那种就是糖果的香气，可是它完全没有任何甜味。就是这一杯，我觉得如果是倒牛奶进去的话，会变成焦糖牛奶，而且是非常健康，它很顺口。因为那个你可以想象到它的味道，就是花果香气。可是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很难想象，它有一种焦糖、巧克力、糖果的那种香。不喝我已经觉得好喝了。有让你讶异的味道，牛奶糖。对，没有甜，没有甜。
好喝，因为这个比较惊艳啊。这个的话你想象得到，这个的话想象不到，而且在台湾你平常喝手摇不太可能喝到这个味道，这还有机会喝到类似的。来，它的英文在这里，推荐大家真的可以来买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去走去那个看水舞秀。没错 ，Let's go go。阿简讲什么？就是我刚才讲什么？你刚刚说你财富自由，对啊，这财富自由，财富自由的象征。我舍不得。我要把它丢到垃圾了。请问你留着到底要？让大家觉得我好像是有一点挡刺儿的人呢、啊。哇哦，晚上很漂亮哎、欸，真的，是蛮疗愈的，真的。哇，这椰林大道很美哎、欸，对啊，很疗愈。会有一种震撼感，而且因为它有搭配音乐，所以其实就是心蛮感动的。对啊，我上次看到哭哎，就是会鸡皮疙瘩。晚上吃完饭后，然后可以过来看情侣，家人朋友情侣都对对对，就是吃完饭后，然后来散步走走，顺便看灯光秀，或者是像我们一样，就是坐那种末班飞机，凌晨两点的飞机，最后一个行程，没错，最后一个行程来看，然后待会还可以去张仪逛一下，绰绰有余，哇，真的非常值得。本人自己来看，对，这震撼感要亲身体验，没错，能够有这个机会很难得，就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就是办法可以特地飞来这边，然后看这种表演。对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不单就是这个艺术的意义，就是还有来到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。受的情绪是很复杂的，对，而且他的音乐还给我播这种，对，这种超想哭嘛。活到这现在这样子，就会经历的那种各种事情，就会突然有一种珍惜能够拥有这些，因为情感跟关系还有情绪其实是非常的交杂的，对，对，所以听到这种东西，看到这画面的时候，就会瞬间觉得说。很庆幸自己现在就是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一切，对，真的耶。现在因为要回去搭那个 taxi， 所以我们要走到 casino， 然后刚刚阿简就语出惊人的讲了一段话，来你自己说。你去赌场超多优点，你可以去先去自如，而且自如不用钱，然后你就不用背着包包，然后进去晃一下，然后里面有美露，有美露也有水，然后而且水上面还有写 casino。然后还有一个绿色的果汁，我全部都喝过一遍。反正就不用钱，不用钱，完全不用钱，你就走进去拿护照走进去，你也不用在里面就是赌博消费。对，没错，啊，完全都不用。这算是穷游哎，就是穷游想要拿免费的，就是这样。因为那个绿色的果汁最好。阿姐知道很多那种免费或者是可以打折的东西。第一次跟我一起这样超级快闪。第一次这么突然的到一个国家，这么突然的离开。因为我之前跟就是家人出国也是都是喜欢自助。嗯，从来没有过那么快闪哦，只有跟你的快闪，我会想要再跟。真的假的？因为真的很好玩哎，对不 对？不错吧？是累的，就是很充实啊。不会想要这样子，甚至跟朋友一起出去，有的时候就朋友可能喝个咖啡啊什么的，两三个小时就这样过，浪费时间。我们现在呢，因为距离我们 check in 的时间还有大概三个小时。现在就完全不知道干嘛，而且因为我们拎着行李其实老说蛮重的，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其实是推荐给大家就是这种玩去玩回的行程，所以大家应该如果有跟我们买一样的这种行程的话，现在应该也跟我们一样就是不知道去哪里，所以我们刚刚就找了一个星耀张仪的 B2 里面的美姿国，它这里在台湾其实是有的，但是反正呢它开到了凌晨三点，嗯，所以就非常适合给这种就是可能要搭后面班机回去，或者是你抵达的时候是很晚的时间，就很适合来吃。而且他们这边寄放行李很贵，所以其实来这边吃，其实就是他还帮我，对啊，他还帮我们收好行李。对，我们还在吃饭。没错，等于是寄放行李送火锅。对，真的哎，刚刚已经点完餐了，然后呢，跟大家再分享一次，就是如果想要跟我们一样，就是这样子有如此一般就是晚去晚回的行程呢，就可以就是去华航的官网去搜寻他们的夜飞夜宿。到年底也到12月31号，限定航班组合是8折优惠，曼谷
马尼拉、新加坡跟雅加达，就是都有这个方案，所以大家可以去，在那个资讯栏点连结就会有了。反正就是你们可以选那种就是最优惠的时段，分给大家。我好像点了四个的样子。好。我的老天呐、啊！但是他说要先喝汤。好、啊，那我们喝那个梅子果仁汤，就很有胶质。对啊，它的感觉，因为它有放枸杞，所以就是有个香味，就是推推大家可以喝。那我们就直接放蒙古罐。那我菜先走，我们菜都统一丢。好好好，怕大家觉得你们可以，你们可以丢，你们可以丢。这是什么菜啊？小小白啊，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有个主题曲，哎，你们听过吗？当噩梦碰在一起，在一起，在。这个什么菜啊？当噩。跟菠菜。反正就推荐给大家，就是如果跟我们一样是搭这种红眼班机要回去的话，就可以来吃。就有点像是味道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呢已经在那个登机口，待会等两点的飞机回台湾，然后回程的话是4:55，所以我们会早上的6:55抵达桃园机场。这是我们的第三支新加坡的影片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然后呢，记得留言给我们，然后如果想要看我们去哪里玩的话，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说，然后记得 follow 我们的 IG， 然后订阅 YT。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！我们爱新加坡。